看个视频呢啊，钱塘江边上，6月22号发生的事啊。钱塘江边上，我看到天逐渐变黑，房间刚好在25楼，刚回到家就看到对面黑压压的一片，就像十级台风一样压过来。我迅速拿出手机拍摄，压迫感很强，感觉就像瀑布一样，看不清天空，就像有个洞一样。钱塘江边上，我看到天啊，哎。啊、哦，我看到一串的飞碟啊，我看到一串的飞碟飞过来啊，一串的飞碟飞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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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越飞越低啊，越飞越低啊，啊，拐了一个弯，哎，拐了一个弯啊，在提醒人们呢啊，接下来一段时间，要来去核，要移走核电厂了啊，要移走核电厂了啊，接下来一段时间移走核电厂啊。因为那个地方，人口比较密集啊，人口比较密集，所以呢，外星人先通知一下子啊，通知一下啊，接下来，一段时间要移周围的核电厂了啊，移周围的核电厂了啊，这一串的飞碟啊，在天空当中啊，绕了好几圈呢啊，绕了好几圈，啊，绕了好几圈啊。再来提醒人们啊，他的就相当于发一个告示，安民告示，啊，不叫安民了啊，只叫告示啊，来告示啊，就接下来一段时间要移核电厂了啊，哎，要告知一下，因为人口密集啊，普通的就算了，人口密集的地方他也通知了一下啊，哎，好啊，知道了，哎，知道，哎，再见，嗯，再见，嗯。